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啊，反正我阿妈刚好过世，发生一件事情，所以让我内心做有一些成长跟改变吧，就是对于家人这一块。因为我以前其实蛮往外跑，就是对朋友啊什么的，阿妈对我来说很重要，就算我们不常见面，可是我非常爱她，所以就想写一个跟家有关的故事。然后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跟家人的关系也蛮妙的，所以就自己有些体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以我们这一代这个世代的小孩子的角度去写的一个故事。片中的爸爸妈妈可能就真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以前有些家庭片是以阿妈等级的那种家庭故事，是有年代感。可是我就是纯粹以我这个世代，然后以我二十几岁读大学之后对我的家庭或亲人的一些感触嘛，然后去写故事。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很贴近，就是我们这些同学啊，或是这个世代的人，我觉得是该讲我们故事的时候了吧。他们阿妈在梳化的头发，我的天！就代表阿妈快哦。应该是我这边。好。CZZ。就是因为我的经验很不够啊，就基本上这是我第一次当短片的导演，然后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脑袋动不是很快，但是因为我们的摄影师他经验很够，所以他有时候想得很快，但是你在拍片现场你就是要快很准。好扯，怎么会动？对的，再抓一下。基本上是这个方向，就是再抓一下。Kevin， 要，可以问个问题吗？如果我带不到妈妈进来，可以吗？妈妈一五九。所以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他的脑袋快到我有时候跟不上，就会变我会有点小紧张，就会慌掉。再加上其实我跟本组的人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合作，所以第一天其实我们根本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试彼此到底该怎么沟通。但我觉得第二天开始就比较好了，所以后面就比较稳稳的走，所以我们很健康哦。三二走。嘉宇，问我的邓，你是阿爹小芳，还写的信。好卡。妈妈是因为之前看过她《风中浮沉的花蕊》，然后就说：“哎、欸，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最后还真被我们找到了。然后结果他也很阿莎莉答应我们，然后重点是他演技超赞，很棒。姐姐就是因为他跟妈妈长得太像了，爸爸就是因为我的爸爸设定版就是一个很有喜感的人啊，生哥不讲话就是会让人笑。哎，我去三年，不想哭的声音，好了不？他可笑了吗？所以他也蛮符合的，嗯。你阿嬤就說啊，結婚以後照顧孩子比較重要，
啊，无代志哦，免定转来啦。所以我才没有常常带你们回阿妈家。导演组一开始本来只有我跟珊珊，就是我们的副导。他上学期才来，我们才合作过一次，然后他来问我，好像是要当别的职位，可是我跟他说，我觉得你可以挑战看看副导，然后他就也答应了，然后很后面都快开拍了才有文成。他本来一开始根本不在我 team 里面，我的大学应该是最后一支片吧，他又回来了，所以其实我很感动。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陈梅，他是我们的场记，他本来已经拒绝过我了，但后面我再三的去跟他跪求之后，他还是来了。奇缘其实我也没跟他合作过，可是他是我的第一个组员，他是我投本过那个公布当下，他就来问我，他就来现场跟我恭喜，然后后来就很快，他也很阿塞就答应。然后第二个就是宣佑，然后宣佑他真的很乖，他很棒，而且他就是跟我一起到处跑啊，找场景什么的、啊，骑摩托车什么的，他都没有怨过。助理其实都是学弟妹，我都不认识啊，但是他们很努力耶，我觉得现在的学弟妹都好认真哦。然后庆化是演管，也是后来进来的，他也是我大学第一支片的制片，所以他们又回来了。就是我大学第一支片的人，很多其实都跑回来拍我的最后一支片。玉红他真的很务实，就叫他做什么他都会去做。然后另一个是菜菜，其实也是后来才认识的，但是他很厉害，他的美感很强。然后摄影组的 Terry， 那时候我刚刚跟他讲过，是说，哎，如果我们去找一个我认识的朋友来帮忙，他说好啊，他可以找，他甚至可以愿意当那个学习的人。所以我觉得 Terry 他未来会很有成就的原因，是因为他愿意放低身段去学习，在片场也是，就是虽然他跟我说他觉得他碍手碍脚，可是他在那边被念、被凶什么的，他还是愿意去把事情做好。所以他愿意放低身段学习，我觉得是对成长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很棒。然后再来就是你们两个，阿如他很特别，他是那时候我在西会当公关的时候第一个跑来密我的学弟。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大四有拍片，我一定要找他参与，因为他在我大学生活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学弟，就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学弟，所以我把他找来了。反正我觉得这支片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他可能是我大学最后一支片，可是我把他找来，好多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朋友，然后他们都很相信我，然后也都很认真在做事情，就是让我觉得我做人应该没有失败，就是我很感动，他们愿意帮我。即便我经验不好，但是他们还是跟我们一起撑下去了。谢谢他们，谢谢你们每一个人，耶、yeah! ！